各位在线上的亲戚朋友们各工商界的好友们以及组内的弟兄姊妹，晚上是我们美里士召会在这个 Zoom 线上为大家呈现一场福音这个传讲分享的聚会，非常欢迎大家能够一同的来参与。那今晚上我们主要的一个题目就是说到人生终极的满足。再念一次，今晚上的主题是说到人生终极的满足，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题目，叫我们能够享受人生终极的满足，或者各位朋友正在寻找人生的终极满足，人生真实的满足到底是什么？若是可以得着这个答案，若是你知道你的人生就不得了，你的人生就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有意义有目的。那今晚上我们也非常的荣幸能够请到在台湾高雄，我们有请到两位的见证人跟我们分享他们的这个经历，还有请到我们的郭颖辉弟兄，他会为我们传讲这个题目人生终极的满足。那今晚上我们的时间不会很长，那我们就想借着这一点点的时间，让我们亲戚朋友真的是对这一位基督的救恩有这样的认识，而后也可以得着这个救恩，也可以来享受这一个救恩。那今晚上我们的时间的安排就是我们前面先有唱一首诗歌，很轻快的很短的诗歌接下来我们就请两位见证人做见证，之后呢我们再唱另外一首诗歌跟大家分享。然后呢我们今晚上的主宾这个郭颖辉弟兄会给我们一短篇的这个福音的信息感谢赞美主。那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唱的第一首诗歌是它的题目叫需要所以这个各位亲戚朋友弟兄姊妹，我们我们在这个 screen 的上面会放这个字幕，放字幕，那我们也会播这个诗歌，那我们播的时候我们就跟着字幕唱我们若是旁边有同伴就大声的唱若是你第一次唱可能不会唱也不要紧，你就学着跟着唱很简单的一首诗歌我们就请大家一同来享受来分享这一首诗歌的丰富那我们就请这个服侍的圣徒帮这个诗歌放上这个荧幕然后我们就开始来唱 Amen。
很快的我们就把这一首歌啊唱了一遍。我们想啊，这个再回到这个第一节哈，稍微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等一下我们再来唱一遍哈。这是一首非常轻快的诗歌，它是一开始说到哦，它这里有一个感叹，有一个呼叫的声音说哦，你今在何处？天天奔波又忙碌，却是虚空虚空虚空的生活。这首诗歌很有意思，是说到啊，人生啊奔波忙碌，可是是虚空的生活。你也曾追求过万物，却是不能饱足。总觉得里面缺少些什么东西呢？有缺少，真的是有缺少。缺少什么东西呢？各位啊，等一下我们呢，希望啊讲者会给我们更清楚的认识。那我们进入第二节，那第二节也在那里啊，一个啊这个，放一个哦，在这里提醒我们，这里啊，在这里啊，呼叫。你却是知足，可能你却是知足，世上一切你都有，还是不觉的满足。哎呀，一切都有，可是又不觉得满足。到底啊，问题出在哪里呢？工作有成就，做学生的学业也可以致富，但是在你的深处啊，这里说深处，人里面的深处，外面好像都有，里面深处还却如。他答案可以说在呀这个副歌了哈，他有副歌，他副歌是说啊，你需要耶稣，宇宙之主，你需要享受他的丰富，你的心虽比万物都大，他却能够，亲爱的朋友，他能够使你得着满足，这也是我们所有基督徒，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对主有这样的享受，我们可以做见证的。主能够使我们得着真正的满足，他是宇宙之主，所以啊，两首诗歌，两节经诗歌都说到我们啊的缺乏，我们的虚空，其实啊，问题是在于你需要耶稣，你需要这位宇宙之主。好，接下来我们啊就请啊。这个服侍者再把这个诗歌播放一遍，我们就跟着大家跟着再来唱过一遍哈。诗歌啊，就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那简单的说啊，这首诗歌啊就说到哦，这个虚空的人生，变成了满足的人生。哦，虚空的虚空，他有了主，他具有满足中的满足，这是何等宝贝的一件事，何等宝贵的一件事。人生有了基督，他就有啊真实的满足啊。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呢、啊、就请我们的亲爱的陈曼莹姊妹，她先来为我们啊做她的见证哈。感谢赞美主，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我们陈曼莹姊妹了。阿们，阿们。弟兄姊妹，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叫陈曼，我
从2011年3月受浸成为基督徒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十年了。我觉得这十年实在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日子。我住在高雄的台湾，是一个高中老师，退休快五年了。从小我对每件事情都充满了好奇跟高度的学习。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我参加了世界儿童绘画比赛，得了佳作。在小学我还加入了学校的小乐队，学习乐器的演奏，也自己在小学学会了弹钢琴。到了国中，我就指挥了高中的合唱团。另外书法、演讲、田径、舞蹈，我都代表学校出去比赛或是表演。读大学的时候呢，校园一年一度的音乐晚会，我也受邀钢琴独奏。大学我读的是医学院的护理系，毕业以后嫁给了我的先生，他是一位医生，对我非常的好。回想我整个成长的过程，父母家人对我都非常的放心，似乎每件事情我都很有把握，也能够掌握。我从来没有担心什么事是我不能完成的，每一件事情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所以从小到大都过得很顺利。包括后来结婚、工作、家庭，每一方面我都觉得很圆满、很成功，也没有感觉缺乏什么。直到17年前，我先生检查身体的时候，知道得了鼻咽癌。虽然我们都觉得不可能，但是我们还是积极的面对治疗。但是在这整个检查跟治疗的过程里面，我们的心其实都是紧张而且不安的。虽然他就是个医生，但是我对未来、对每件事情都不再有把握，也不再有信心。我更常常会忧虑那个不确定的事情，更不敢想象我以后会怎样。我再也不是那个有把握、有信心的我。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在台北读大一的女儿受浸成为基督徒。有一次，我跟我先生拿了检查报告，正在担心癌细胞是否会扩散的时候，女儿看到了，就对我们说：爸爸妈妈，你们放心，一切都有神的美意，而神的美意深不可测。我当时大大的受这句话的安慰，我觉得不可思议，女儿说这句话的时候为什么这么的平静稳定，以她20岁的年龄，如何就那一句话安慰了我那焦躁波涛不安的情绪。因为听完了那句话，我整个人就立刻放轻松，内心的焦虑一扫而空。我当时真的感觉什么事我都不需要担心了。几年后我受浸，回想到这件事，我才深深知道主话语的大能跟复活的功效在当时是如何的在我里面发动，并且感动了我。我先生在生病七年后的最后一年，住在台北的医院做治疗的时候，女儿就与会所的弟兄姊妹到医院来看他爸爸。他们会在我先生床旁边唱诗歌并为他祷告，而且他们每次离开以后，我们的心里都会感觉到特别的平安，也很平静。这种感觉让我们在枯燥下沉的治疗过程里感到特别的轻松，也特别的自由。所以在弟兄姊妹来探访几次以后，我先生就受浸成为基督徒了。我知道他为什么受浸，为什么相信那个看不到摸不到的神，因为他在弟兄姊妹为他的祷告里得到了来自于主的安慰和力量。阿们。先生受浸以后，我就在想，我将来一定要跟他在一起。所以两周后的周六，我们再去台北做治疗的时候，在医院我就告诉那个来看我的姊妹们说，我想受浸。姊妹说，明天就是主日，在会所受浸好吗？我说，我一天都不想等。所以当天我就在其中一个姊妹的家里受浸成为基督徒了。阿们。我受浸以后呢，与弟兄天天都在家里有祷告，我每天都会问他，你今天感觉怎样？他每次都会轻轻的点头回答我说，很好，我很喜乐。在他
微微的声音中，其实我能够感受到他真实的满足。一般人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一个癌症的病人怎么会天天很喜乐呢？你讲给谁听，谁会相信呢？但是我很清楚，因为我感同身受，要不是有一位主，一位真实的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平安跟喜乐从哪里来呢？对吗？回想在治疗的最后三个月，我问弟兄是否需要医院给他的吗啡贴片止痛，他摇头说不需要。一个癌末的病人为什么不需要医院建议给他的吗啡贴片？因为我们常常的祷告，求主挪去弟兄身上全身的疼痛。主既然应允了我们的祷告，让刚刚受浸的我们就经历了主是大有怜悯，是平安跟喜乐的神。嗯，我与弟兄都是医护人员，我们很清楚，一个临终癌末的病人全身不痛是多么大的一个神迹。嗯，赐给我们的是何等大的怜悯。我弟兄生病七年以后就被主接走了。当时我非常的难过，我每天早上都拿着装早餐的碗，站在客厅外面的阳台对着天大喊，主啊来救我，主耶稣来救我，因为我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一天，我就不停的喊，不停的掉眼泪，眼泪就掉在我装早餐的碗里面。我每天就吃了装了眼泪的早餐去上班。你当我把车子一发动，就在车子里大喊，大声的呼求主。我说主啊，来帮助我，也求主擦干我止不住的眼泪，否则我红着眼睛怎么去上班呢？嗯。所以很奇怪，每次车子只要开出地下室，一开上大马路，我的眼泪就会立刻停止，我悲伤的情绪就一下子完全消失。就是这样，我的脸上能够没有眼泪，我的心情能够平稳的一路把车开到学校。嗯，没有一次例外。诗篇二十八篇七节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的心信靠他，我就得帮助，所以我的心欢乐，我必用诗歌称谢他。真的，每次只要我祷告或是呼求主的名，主就会带我从极度的悲伤中恢复平静。我知道这是我自己做不到的，而且也让我不再感到孤单，不再害怕，也不再紧张，也让我在很短的时间生活就平定了，一切的事情都按部就班。同时我在学校也感觉到，也感受到主对我的扶持。以前如果到学生的末了，学生不交作业，我就会问他，你什么时候交作业？他就会回答你，我还没有计划好什么时候交。我以前听到这句话我就会发飙，可是我受浸信主以后，我就会在灵里对待学生，不轻易的发飙。而且我也会在下课的时候跟那些调皮的学生祷告，有时候同学表现好或是作业交了，我就会自然而然的说感谢主。久而久之，同学知道了，如果当他们全班的作业交齐的时候，他们甚至会异口同声的说感谢主，然后整个教室就会洋溢着笑容跟欢乐的气氛。就是这种超越想象的经历，让我知道主是真实存在的神。人不能安慰我的，主都安慰我；人不能管好的，主都帮我管好了。主让我一天比一天快乐，一天比一天满足，我也一天比一天宝贝这位看不到、摸不到，却真实与我同在的神。Amen。 感谢赐给我来自于他的平安跟喜乐，让我拥有一个真实满足的人生。赞美主的存在，也
也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跟亲爱的朋友。Amen. 感谢赞美主。阿门。非常感谢我们的陈曼莹姊妹为我们做了她亲身这个对主的一种的经历哈。这个不是常人呢、所能经历、原本是一无所缺的一个家庭，但是因着丈夫患病，好像似乎没有把握。但是在这个人生的经历中，因着遇见主，认识了这一位主，这位主的确是做了他们，的确是做了他或者丈夫后来都得救了，使他们呢得着安慰，除去一切的这一个的忧虑啊。感谢主，到了至今还能够继续的能够来享受这位基督所赐给他这个复活的生命，成了他们啊极大的一个扶持的力量。我们感谢赞美主，阿们。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刘光群弟兄为我们做他的见证啊，阿们。刘弟兄请，阿们。是。各位福音特别宾，各位弟兄姊妹，晚上平安，大家好。我是一个外科医生，我叫刘冠群。那我现在信主已经有28年了，我今天就来讲讲我信主的过程。阿门。我父母亲都是老师，那我是家中的长子，所以父母亲对我的要求就是把书读好就好了，其他事什么国事家事天下事你都不用管，这个你都不用做。你就好好的念书就好了。那每天考试呢，我也都很快乐，每天去上学都很快乐，因为考试都考得蛮棒的，那同学很羡慕我，老师称赞我，父母亲奖励我啊，所以我真的出尽风头，从小就是这样子。所以考试我不作弊，不是我道德高尚，而是我觉得我不会的别人应该也不会，所以我根本不用去看别人的。对，我就是这么一个骄傲的一个人。那父母亲给我命名为冠群，就是目的就是打败别人，所以就从小到大就踏着人家的肩膀这样一路考上来。到后来呢，就是每天就吃饭睡觉读书，就是我的全部的生活。那甚至呢，一直到高中前，我电影只看过2部，就学校规定要看的爱国影片，我记得是什么800壮士之类的。对，然后毕业旅行我从来没有去过，所有的时间全部都是读书。读书再读书再读书，后来呢，就 也顺利的考上了医学院。那进了医学院以后啊，哇，就觉得说，啊，这个人生的目标终于达到了，我以前没玩的，我通通都要补回来。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我全部都要碰一碰。上了大学就很像井底之蛙，到了花花世界。哇，这个，我也学各种的乐器，口琴、吉他、长笛什么什么都去摸一摸。然后我也读小说，我也去参加各种社团，各种的旅游。那同学在玩，我也在玩；同学在读书的时候，我还在玩。那这样子到后来成绩当然就一落千丈了。全班第一名我当过小时候，那到了大学呢，全班最后几名我也当过。甚至有一个学期啊，全班150个同学，我只赢2个同学，148名。对，那就常常有的时候做噩梦，梦到明天要考试，晚上什么都没有念。然后呢，读了哲学的书籍，哲学家很多灰暗的思想也影响到我，甚至觉得有时候有些自杀的念头。还有一个学期甚至都是补考加上暑修通过的，那差一点我就1/2的学分没过，要被踢出校门了，是真的是捏把冷汗。然后那时候 也不知好歹，看到同学有音响，叫吵着爸爸妈妈买音响；同学有电脑，也是吵着说要买音响；同学有重机，就是那种机车可以飙车的，我也要买那种去飙车。对，然后不太懂事，就叫父母给我买这个买那个。对，就怪父母说叫我念医学系，这个我真的没有兴趣啊，真的有点怀才不遇的感觉。然后呢，每天混吃等死啊。我后来父母亲看到这样子就说：“哎呀，我们就不要求你全班前几名，你只要及格就好了。”但是我就跟父母亲回答说：“啊，这个谁不知道？这个还要你们跟我讲吗？”但是呢，心变野了，很难再静下来读书。所以坐在书桌前呢、啊，心一直静不下去，一直想要玩，就在那边苦苦挣扎。想读又读不下去，那一直在及格边缘徘徊。
就这样过一学期，就这样子一直过了很多年，在一直在黑暗当中。到了大学六年级，人生有一个转机，我的学弟啊跟我说，哎，你来信耶稣好了，这个罪可得赦免，有永生啊，不错哦。然后那时候我就骄傲自大啊，我就说，这个就跟他开始辩论起来了。表面上我还赢得了这场辩论，那学弟就摸着鼻子走了，我还蛮自以得意的。但是呢，后来学弟跟我说，你可以呼求主祷告祷告，我就回家试试看，不妨一试，我就祷告一些事情。结果隔天，哇，真的有些事情发生了，让我吓一跳，好像这位神就出现在我面前那样的感觉。对，我有点害怕，为什么祷告实现了，反而会觉得害怕呢？因为我以前常讲耶稣的坏话，以前是很有民族意识的，要孔子孟子啊，这个为什么要信那个洋教，为什么要信西洋人的神，对不对？信孔子孟子就好了，对不对？那拜这传统宗教就好了，为什么要信外国人的神？那结果那祷告隔天就实现了，哇，我真的有点害怕，对，真的。那后来呢，就开始渐渐读读圣经，唱唱诗歌，觉得这个聚会不错，我就跟学弟说我要来教会，他也自己吓了一跳，这个学长怎么可能会来呢？然后后来呢，来教会我才知道，以前我诋毁的不是一个西洋宗教，是一个创造天地宇宙万有的主，是一个又活又真的神啊！是真，他等了我很久，他也很爱我，我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钉死舍命啊，除掉我一切的罪啊！这位主实在是配得我一切的赞美，真的。阿门。啊，终于我找到了真正的光，我的人生的目标，我的希望。哇，这个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了。那信主以后啦，我这个哲学的书丢掉了，古典音乐的录音带丢掉了，乐器不玩了，电视不看了，同学找我打电动玩具我也不打了。对，我觉得我喜欢圣经，我喜欢诗歌，我喜欢跟弟兄姊妹聚会，甚至后来我就搬进弟兄之家，跟弟兄们住在一起，对，我们一起过生活。对，然后对，觉得那时候心也静下来，可以好好读书了。那结果成绩呢也开始进步。在医院里我当 intern 的时候，我都是用跑的，同学是用走的，我是用跑的。那我没事我就去找老人家聊天，老人家就会把他生病整个过程告诉我，那他做哪些治疗，有哪些症状，现在吃哪些药。哇，所以我回家再跟教科书一比对，哇，我觉得施比受更有福。我只是跟他聊一聊，他把他所一切知道的告诉我。那所以我毕业的时候我得到全班前几名才有的优良实习医师的奖状。我就觉得我就好像如鹰展翅上腾的这样子，里面有一个马达，一天24小时一直在那边运作，叫我蛮有活力。对，那同学都跌破眼镜了，那这个以前补考暑修的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表现呢？他们同学就摇头说，哎呀，这个宗教的力量真是伟大。我就跟他说，不是宗教啊，是一位又活又真的神住在我的里面。对，那因为有这位神来做我们里面，所以到后来就觉得很满足。对，觉得让我也能够爱别人。对，能够跟父母亲开始聊天，不再跟他顶嘴，回家也会帮忙做家事，我也会去照顾学弟，然后见人就说基督。到后来我的家人都很怕接我的电话，因为一接电话就是要讲传福音，所以到后来家人觉得说，这孩子怎么可能变化这么大？于是他们也都信主，也都得救，也都来到教会生活里了。对啊，感谢主啦，为着他这个丰盛的生命，到后来我就顺利毕业，我成了外科医生，后来也在急诊服务，后来我又进来中钢公司，我成了中钢的厂医。为什么我进来中钢的厂医？也是很莫名其妙，我看望了一个病人，他是中钢员工的太太。他觉得说刘医师很有爱心，他就说什么一定要把我 弄到中钢公司里面去。结果我没有面试，我也没有考试，我就这么进去中钢了。我现在就在一个10000人的公司里面， 我当这个员工诊所的主任。所以我觉得感谢主，这个主为我预备的是我真的眼睛未曾看到，耳朵未曾听见，心里也未曾想到的。真的，我觉得主啊，谢谢你把我从死荫幽谷里救出来。哦，主啊，如果没有这位主，我现在在哪里我还不知道，搞不好已经被学校退学了，已经在搞不好也在阴间里了，因为我那时候也一直想要自杀。我觉得感谢赞美主啊，
真的，各位朋友，真的，神不怕你是，只怕你不是啊。神也不怕你求，只怕你不求。真的，我们真的主是 这位主是真的主啊，谢谢把我从死荫幽谷救出来，有你我已不虚此生。Amen。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入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并且神叫我们得生命，得得更丰盛。对，但愿今晚我们都一同来得这个丰盛的生命。感谢赞美主，阿门，阿门。感谢主，非常谢谢我们的刘弟兄，为了我们做了他美好亲身的一个经历哈，真的是啊，本来人生是在很高超的一个这个路上，后来呀，因做这个叛逆呀，或者是堕落下来了，就走到低谷了。那因着遇见主，遇见这一位主又活又真的神，他人生的确又改变了，直到他真是走在这个人生的正途上。这个真的是非常主实在是恩待我们的弟兄。所以各位亲戚朋友，晚上我们的福音的题目是人生终极的满足。这位主耶稣，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的确能够使我们的人生成为有喜乐平安，真是有满足，有目标，有目的，有意义的这个人生非常享受两位圣徒基督徒为我们做他们美好的见证。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与大家分享一首诗歌，叫大好信息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大好信息。我们请这个服侍者把诗歌放在荧幕上，我们把第一节看一下，然后我们才唱这首诗歌它第一节这里说听大好的信息。各位朋友，的确是今晚上让大家能够听见就惊天又动地的大好的信息。他说什么呢？你是神的荣器。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或者知道你是神的荣器，为了盛装他自己他不仅照料你，他要来充满你，做你的生命使你享受他的实际这个人生真的是使你人生变美丽，使你活着有意义，只要你愿意像刚才两位基督徒做的见证，只要心转向他，愿意就可以得着这个神的大救恩太宝贝了。那我们就来唱这首诗歌，它有三节我们就跟着这个播放这个诗歌音乐，我们一起来唱你会
当你有了他，三一神自己，你全人会有生命的奇迹，你灵会有活力，你魂会真欢喜，你身安居指望里。只要将心全开启，只要主名一呼吸，只要一刹那而已，他你就是一。当你有了他，三一神自己，你全人会有生命的奇迹，你灵会有活力，你魂会真欢喜，你身安居指望里。只要将心全开启，好，各位来宾，各位哈，我们亲戚朋友，还有工商界的这个朋友们，非常欢迎你们来参加今天晚上在美里士教会所举办的这个福音专题分享，人生终极的满足。接下来我们的时间就要交给我们的主宾。我们邀请到在台湾高雄的在高雄教会的一位亲爱的弟兄郭隐辉弟兄，今晚上要来为我们传讲人生终极的满足的信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郭弟兄来为我们讲说哈。Amen。 Amen。 感谢主。Amen。 非常的喜乐有这个机会能够跟在线上的亲爱的朋友还有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我们信主人生的心路历程给我们看见在我们人生中我们能够遇见这位宝贵的救主，成为我们人生终极的满足。阿们。刚才我相信亲爱的朋友就听了我们两位弟兄姊妹的做的见证，给我们看见在他们还没有遇见主之前，他们的人生可以讲也是相当的精彩和丰富的，因为他们一路可以讲都是非常的杰出，也可以是人所羡慕的。但是人的人生中也不一定都是永远都是胜利主，有时候也会遇到环境的，但是这个环境也往往是人的一个转机，叫人看见人所追求的，人所拥有的这一切都还是短暂的，会过去的。在宇宙中只有这一位宇宙之主才是人真正的满足。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说到人生终极的满足。在我们人生中我们有很多的追求，但是往往追求来追求去换得了的失望和灰心，甚至有人绝望了结自己，这何等的可惜。但愿今天晚上能够来到这里听到这个福音，大好的信息都是有福的，盼望今晚就能够带给你们一个福乐的人生，有盼望的人生，满足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是神在他的爱里为我们所预备的人生给我们看见今天在地上即使是很有成就的人他们的人生里面追求来追求去都觉得还是有不满足。在台湾这个可以讲是电子界的龙头老大就是台积电的董事长张忠谋，是一个在台湾是非常有声望可以讲台积电就是供应全球的晶片的主要的厂。那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人生是有缺口的，就证明他虽然拥有了财富地位学识，可以讲他用样样都有，
但是他发觉人生追求来追求去啊，有一个缺口，就说出啊，他里面还是不满足的。那台湾的首富啊，郭台铭，他也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有钱不一定快乐。”这句话是真实的，很多人很有钱，但是不一定快乐。以前的台湾的最有财富叫王永庆，我看过他一生从来没有笑容过。那现在的郭台铭呢、也很少看他有笑容。有钱的人呢、总是里面都是充满的重压力、重担，甚至忧愁挂虑，就给我们看见，有钱不一定叫人快乐，有主才能够叫人真正的喜乐。快乐是短暂的，喜乐，神给我们的喜乐是源源不断的，它才是喜乐的泉源。那今天我们要认识，我们只有一生，没有两生，所以我们都需要好好来珍惜我们这一生，过一个最有价值的人生，最充实、最满足的人生。那一个人生活在地上，这个人生有三个很重要的事。第一个就是要活得长，若是活得短的话，才活了30岁、40岁，人就走了，那太可惜了。就像一朵花，刚开出来就凋谢了。那不只是要活得长，还要活得好。若是人活得不好，生不如死，那活得也是很痛苦，有人就因此就了结自己了。那不只是要活得好，还要活得有意义，有目标，有充实，有满足。所以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的这一生，第一，我们要活得长；第二，我们要活得好；第三，要活得有意义，有喜乐，有满足。在曾经，在《金氏记录》里面，在南美洲有一位老妇人，她活了136岁。后来有记者去采访她，问她：“那你活那么长久，你有什么心得？”结果给你猜，她讲什么？她说：“我活得好累哦，哇！她虽然是活了130几岁，但是她活得很辛苦。”给我们看见，不只是活得长，还要活得好。那有的人也活得很好，在这个史上很有名的就是柯达照相机的老板，可以讲他是拥有了财富，连美国的总统要竞选的时候也要靠他的经验给我们看见，等到他可以讲他的所有的公司可以讲遍布全球，但是他觉得他样样都有，但是活的就是快乐，所以他就有一个念头，想要环游世界，到他所有的公司去看一遍，从西方到东方。没想到等到他要回美国的途上，他就跳海自尽了。他觉得他看完了这一切，他拥有了那么多的财富，就照理人生来讲，他应该活得很好，结果他活着觉得没有意义。所以给我们看见，我们人的一生不只是要活得长活得好，更需要活得有意义。那要怎样的人生才能够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呢？那就是需要我们要懂得怎么来追求。在人生的过程中的追求里面往往都有很多的增进彼此的竞争给我们看见，人一出生就要比来历看见谁生在哪一个家庭，哪一个是生在是有钱人的家庭有身份的这个望族的家庭，人都喜欢比较这些，等到
读书啊就要比学历。你是读哪一所学校的？是读哪一所名校的？等到在了职了，就要比着这个资历啊，你是在哪一家公司上班的？我是在哪一家这个有名的大公司里面这个上过班。那到了中年的时候啊，就要比啊业力，人生盼望啊要有业力，就盼望啊曾经当过什么长。哦，什么部长、校长、什么长，最起码也要做个家长啊！这个给我们看见了、啊，这些也都是转眼会成功的。等到退休的时候啊，就开始比什么？比病历了啊！就看见了，随着病历多了，说你看，这人生追求来啊，也是一场空啊！啊，所以看见我们的人生的追求啊，要丰富。要充实，要有意义，我们才会活得好，活得有价值，活得满足。那在圣经里面啊，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对人的人生的追求啊，有几方面啊，跟我们讲到人的追求会有几种的结果。这里有说到圣经节，第一处的圣经乃是在约翰福音四章十三节、十四节，这里主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之涌入永远的生命。”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两种水，一种是地上的水，啊，一种就是啊。从神来的活水。那今天人在地上的追求就像如同在喝水一样，越追求是越干渴。你喝了可口可乐，你还要喝百事可乐，因为这地上的水不能够解我们的干渴。比如说你有100万，你会满足吗？不会。你盼望有1000万，有了1000万你会满足吗？你不会。你盼望能够有上亿，你一栋房子你不会满意的，盼望有2栋。那你若是啊开的是国产车，就盼望开进口车，开笨死的。啊，给我们看见人都盼望能够追求更多。那一个老婆还不满意，可能要包个二奶，搞个小三。其实再多你就发觉这一切都变成一个重担，也不能够解我们的干渴。就像这里所说，主耶稣说啊，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唯有喝主所赐的水才永远不渴。主耶稣乃是生命的活水，能够解我们里面深处的干渴。我们的干渴不是外面的财富、地位这些的享乐可以能够满足我们的，在我们的人的深处需要有主耶稣这生命的活水才能够解我们的干渴。我们有一首诗歌说到，世界虽大，我心虽小，大者难使小者足，小小之心所需所要，唯有基督能满足。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心是无底洞的，你再怎么装你还是永远装不满，装不满足。只有这位宇宙之主进来了，人才有满足。所以曾经美国总统尼克森他曾经讲过，人类可以征服外太空，但是没有办法征服内太空。这内太空人心灵深处的需要满足，只有这位宇宙之主才成为我们的满足。那人的人生里面追求啊，常常会有两个悲剧。哪两个悲剧呢？就是啊，你想要得的没有得到，那当然这是个遗憾了。那有一种悲剧就是啊，你想要得的也给你得到了，就是花姐啊，不是想你想象的这么美好，那也是一个悲剧。就像一个女孩子想要嫁给一个人，结果没想到他娶了别人啊，这真的是一个遗憾。那另外一个遗憾就是啊，
他所要嫁的人他也嫁到，他以为他是、啊、嫁给白马王子，哪知道他是黑马浪子，哇，那也是一个大的悲剧啊！以为是娶到了白雪公主，那底下我就不要讲了啊！给我们看见、啊、我们的人生里面、啊、常会有两种的结果，那人生也常常像这个钟摆一样，左摆虚空，右摆无聊啊，上班虚空，下班又无聊，不看电视啊会虚空，看久了也会无聊，不去百货公司啊又觉得很虚空，逛久了又觉得很无聊，不结婚嘛又觉得也很虚空啊，盼望啊结个婚生个孩子，每天抱孩子啊也觉得很无聊，人生往往就是在这个两个，左摆虚空，右摆无聊，我加一句啊，停摆就完了，就给我们看见人的人生里面啊，需要能够得着主耶稣这生命的活水，人才有真正的满足。那第二个，给我们看见人的追求是有末日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的第二处的圣经正说啊，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啊，底下又说到，信入我的人要从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给我们看见我们人生的追求啊，就像一个节期一样，节庆，就像这个华人过这个过年，那个大年初一，哇，很兴奋啊，又是个新年，到了大年初二，那味道就变了，大初三、初四，到了初五的时候啊，哇，这个节气啊，已经到了个快要终了，这个时候人就感觉啊，里面深处就觉得何比的虚空和干渴。在我们的人生的追求里面呢、啊，主要有四方面，第一个就是啊财富，第二个就是地位，人有了财富还要有地位，但是有了地位啊，还盼望有什么？还要盼望有学问，不能总不能做个土包子。那有了学问呢，还盼望能够享乐。那人生所追求的不外乎这四方面，但是追求这四方面呢、啊，都是有一个末日的，都是有一个终了的。人的财富，无论你拥有多少财富啊，时一临到，一切都归为乌有。无论你的地位多高，你即使是贵为总统、元首，总有下台的一天。那人的学问也是一样啊，书读的再多，说不定到老的时候啊，什么都忘光光了。曾经有一个诺贝尔的得主，等到他得到诺贝尔的时候，他已经是老人痴呆了，连自己姓什么都忘记了。那娱乐也是一样，这地上的娱乐的电视连续剧电影啊，最末了都会出现一个字 the end 啊，就是结束了。你到了任何的游乐设施啊，第一次很新鲜，第二次就变味道了。到美国去过迪士尼乐园，哇，第一次去的时候很新鲜，我等到你在第二次去第三次就觉得没味道了。这些东西啊，人生所追求的都有一个终了的时候。那人生往往啊，在达到顶峰的时候是最虚空的感觉是最重的。曾经我们有一位也是个信主的弟兄啊，我相信很多人听过他的名字，这个叫做林书豪，他是 NBA 的球星啊，可以讲啊，他有一段时间啊是风云全球啊，可以讲啊世界各大报都报道他啊，连美国的奥巴马总统都想要看他的球赛，哇，他可以讲瞬间成为一个全世界最有名的人啊，他所以人家称作叫林来疯啊，他是可以讲在短短的一两个星期，哇，这个他的名字啊
遍布全球，大概好几亿人都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但是他做见证。等到他的人生到了最顶端的时候，打球打到最顶端，所有的媒体所有 的都聚焦在他身上，然后都要做叫他做代言人。当他这个时候的时候，忽然间他感觉他的人生里面啊有一个很强烈的虚空感。这个时候他就想起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他就发觉这地上所拥有的财富地位名声都是会有终了的啊，只有主才是这位生命的活泉，能够解人真正深处的干渴。那人生的追求也如第三节圣经所说的，有赚也有赔啊，啊，可能赔的比赚的还更多。第三处圣经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魂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换自己的魂生命，魂生命就是指人的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可能你赚到了财富了，但是健康却失去了。这健康的失去不是你多少的钱有时候可以买得回来的。那有的人赚到了地位了，赚到了名声了，结果家庭却失去了，破灭了，这个也大有人在。那有的更可怜，就是啊，赚到了财富，赚到了地位，赚到了所有人所拥有的，结果他至终他的生命啊失去了。在台湾曾经啊有很有名，哇，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是已经一个公司的副总裁，就没想到才三十几岁，哇，马上就暴毙而死了。那一个很有名台大的医生也是准备要被培养做院长的，就没想到才三十几岁，有一天他的同事发觉奇怪，他怎么没有来上班，就到他的住处才知道已经死在家里，何等可惜啊。啊，不光是这些啊，连最有名的贾伯斯，他的 Apple 的创始者贾伯斯，他也在他人生最末的时候，他很感慨的讲，虽然他这创造这个 Apple 的手机，哇，改变了人类，哇，很多人都因着这个 Apple 受了影响，啊，风靡全球，很多人都来盼望能得着，他也得着很多的财富。结果他末了，他觉得他得到癌症的，到末了说他发觉这一切的财富、名声，所有他所创造的这一切，对他来讲都是没有意义的，都是要过去的。啊，给我们看见，人可能得着的，但失去的可能比他所要得的更多。那曾经很有名的亚历山大，他在年轻的时候才三十岁，他就要征服了欧亚非啊，可以在史上没有第二人啊，这么年轻三十岁他就征服了欧亚非，我们能够征服一个亚洲 不得了啊，征服欧亚非三洲啊。但是没想到他三十岁的时候啊，他就暴毙而死。当他要死的时候，他跟他的臣子讲，在他的棺材挖了两个洞，游街告诉世人他是空空的来也空空的走，给我们看见他所拥有的这些的财富的地位，所有一切人所羡慕的都转眼成空。这就是啊第四处的圣经这里所说的传道书一章十四节，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的
看啊，都是虚空，都是普风。你要知道，讲这句话的人不是一个普通人物啊，是圣经里面记载的，是一个智慧的王，叫做所罗门。他可以讲我刚才所说的人类梦寐所要追求的这四样东西啊，他样样都有。他有财富，他有地位，他有学问，他也很会享乐。第一，圣经形容他的财富金银财宝到个地步啊，是无法数算。那他 的地位可以讲啊，是极其崇高，可以讲当时因为他有从神来的智慧，讲说智慧的原因，许多 的王都想要来见他。他可以讲啊，他现在他所拥有 的地位比现在的美国的总统、中国 的主席都还来 的响亮。那他也很有学问，他曾经啊写了这个1080首的诗，写了3000句的箴言。我们能够写个几十首诗已经不得了了，但是他写了3000的箴言，1080首诗。但他说啊，这个读书多啊身体疲累啊，著书多啊没有前进啊，没有穷尽啊，是虚空的虚空啊。他也很会享乐，他有多少老婆呢？他有1000的老婆，宾300妃700，每天唱歌跳舞给他听。他说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虚空的虚空啊，给我们看见他所拥有的人世上所盼望要得的他都有。但他末了的结局只讲了 这一句话，是吧？虚空的虚空啊，都是普风。想想啊，今天我们人生活在地上，说真的可能比以前的这个皇帝还要活得好啊，食衣住行娱乐样样说不定啊，比以前的皇帝还要好。你看以前的皇帝这个慈禧太后了不起啊，吃36道菜。那现在人呢，吃buffet的包肥的，哇，那上百道菜，还可以吃到阿拉斯加螃蟹，可以吃到中式的、西式的、英什么式的，哇，各种的料理。那以前的皇帝啊，住的地方哇也没冷气，热个要死，还要靠太监去扇扇子，恐怕没有凉到都已经热起来了。那现在你看我们多舒服啊，还有冷气、空调，多舒服。那以前的皇帝啊，只穿了龙袍，那这个哪像现在的人，哇，可以穿了各种的服装。你看百货公司多少的服装，冬天、夏天、秋天、春天，各种的。那人今天呢，这个的娱乐也比以前的皇帝啊娱乐可多了。以前的皇帝啊只能是在中国而已，但是现在人可以环游世界。那人今天活得这么的各方面这么舒适，这么的美好，那请问现在人有比以前的人活得喜乐吗？活得满足吗？没有，何以见得呢？从啊四方面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个就是啊，这个离婚率越来越高，像在台湾啊，每10分钟就有一对离婚了，一年呢、啊、有这个5000多对离婚。那我们从刚才聚会到现在，已经很多对离婚了，那想要离婚的更多。那不只是离婚率高啊，自杀率也越来越高，全球每年自杀率就有啊超过80万人，每秒钟啊就有超过40人。你看从我们聚会到现在已经多少人自杀，想要自杀的又更多了。那人怎么会想要自杀呢？会离婚呢？就是因为你们不满足，
那犯罪率也节节升高。你看，不只是犯罪，吸毒的人也增加。那人为什么会吸毒呢？就是里面呢、啊、不满足嘛，才会去吸毒嘛。正常人怎么会去想要去吸毒呢？就是因为里面不满足，虚空。那现在，忧郁症、躁郁症的人也越来越多。那失眠的人也越来越多。光台湾这么2300万，每一天晚上就要超过500万人睡不好，光一年就要吃掉了12-13亿的台币。那给我们看见，人生来虽然生在这个世代、这个现今这个环境里面，哇，各面都很舒适，但是人没有真正的喜乐，没有真正的满足，就给我们看见人生所追求的这一切，到头来若是没有得着这位主啊，里面仍然缺乏啊。那为什么人追求那么多，里面还是不满足呢？在圣经里面，在传道书3:11，这里说到，神造万物，各按其时，看为美好，又将永远安置在世人的心里。虽是这样，人却不能参透神从始至终的作为。这里给我们看见，当神创造人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就叫永远放在人里面。这意思就是说，人若是没有得着永远，人即使在地上得着了多少 的财富、地位、学问、享乐，都还是啊没有达到神造人的目的。那在宇宙中，除了神之外，没有一样是永远的。人的财富、人的地位、人的学问、人的享乐，只要时一临到，一切转眼成空。你再多的财富，连一毛钱你也带不走。给我们看见宇宙中只有这一位神，他是自由拥有的我是，他是昔世、今世、以后永世的。在50年可能你还是，但是100年前你就不是了。那后面50年你可能还在，可能到了100年你就不在了。又看见我们人都是短暂的，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人所拥有的是短暂的。在宇宙中只有神才是永远的，所以人只有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人才有真正的满足。那神创造人是非常的特别的，这里说到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并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人为什么一定要来盛装这位神，人才有满足呢？因为人的被造是很特别的，是神精心设计的。神造人啊，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若是你问我说啊，神像什么样子啊？神就像我们这个样子，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你不要小看我们这张脸了，这张脸可不得了啊，这是神精心设计的。你看我们的眉毛啊，眉毛啊跟头发不一样，头发它会一直长，那眉毛不会一直长。若是眉毛一直长的话，那每一次我要见你们的时候，就要说各位亲爱朋友大家好，那就很累了。那我们的眼睛，你看这个两个眼睛，那有人想说最好是一前一后啊，若是一前一后，后面有来车也知道，你说的非常好，但是等到你睡觉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就压到眼睛了。那我们的鼻子，你看这个鼻子，你看设计的多好啊，哇，人老早就知道人会戴眼镜，你看若是朝天鼻往上的话，这个下也会掉下来，也没有办法戴眼镜。所以啊，神
照我们这个脸啊，是可以讲的是精心设计的，没有办法再改的。今天人造什么东西都一改再改，唯独人的这一张脸是没有办法改的，是一个杰作，精心设计。那神为什么这样子来创造人？他是有目的的。就好像我手上有一个手套，这个手套啊，是照着什么形象造的呢？手套呢是照着手的形状造的。那请问手套可不可以装笔啊？当然可以装笔啊。请问手套可不可以装钱啊？哇，这里1000块哇。那请问手套啊可不可以装手表啊？也可以装。那手套可不可以装卫生纸啊？也可以。那手套可不可以装那个钥匙啊？也可以。哇，你看他装了很多东西。但是请问亲爱的朋友，他有没有达到他被造的目的啊？若是手套会讲话的话，他说啊，对不起啊，我的被造不是为了装钱啊，不是装钥匙啊，不是装卫生纸啊，不是装这些有的没的啊，这不是我被造的目的啊，这是虚空的虚空啊，装进去容易啊，要拿出来可不容易啊。好，你看我现在啊，再把我的手放到这个手套里面。哇，你看这个，你看，哇，这个你看何等的满足啊！哇，这个若是这个手套会讲话，他就会觉得非常的充实啊，饱满啊。你看，这是活的，会动的。若是啊，仅仅是手套，手没有进去啊，那个手套啊是啊有气无力的。没有生气的，但是你看这个手一进去了，马上这个手啊就变成不一样了，很有活力了。那同样也是一样啊，人的被造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若是神没有进到人里面呢，人里面无论装了多少都是虚空的，不满足的。那神创造人，这里底下也说到我们被造啊，乃是一个器皿。那这里说到，且要在那些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彰显他荣耀的丰富。这器皿就是我们。你要知道，一个器皿啊，一个器皿啊，它的价值与活不在于器皿的本身，乃在于它里面装了什么东西。若是一个钻石盒，它里面装的垃圾、装的纸屑、装的沙土，请问即使是一个宝石盒，请问有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但是他装了宝石进去啊，哇，这价值就连城了。那同样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被造的目的是神的器皿，是神的容器，乃是要来盛装这位荣耀的神。所以我们不是只是为了装水做水桶，也不是只是要装换做换桶，也不是啊装垃圾做垃圾桶，也不是只是装钱做钱桶，我们乃是要来盛装这位荣耀的神。所以神创造人是非常特别的。这里圣经说到，人被造有三部分啊，人被造不是头部、胸部、尾部啊，那只有一部。人被造有三部分，这里说到神创造人啊，有灵、有魂，还有身子啊，给我们看见人的被造有三部分。但是很可惜，人往往啊只注意外面的身体啊，都盼望能够这个保养的好，
用像女孩子就喜欢用 SK2、那皮肤能够好、羡慕人家长得很漂亮、羡慕人家长得很英俊。但是我告诉你，草必枯干，花也必凋谢，人都有一天都是会老的，有一天也都会变成欧丽上跟欧巴上、人都是会老的。那很多人都羡慕人家，哇 IQ 很高，哇很聪明，很有这个智慧，给我们看见这些啊， IQ 再高的人呢、也是会 Q 掉的。在台湾去年这个台大最有名的医学院，光是短短的五天呢、就有三个自杀了。你看这些都是啊，读到是最高学府，又是医学院，可以讲是最聪明最顶尖的人物，但是没想到还是一样那结束了。给我们看见了，人不只是注意外面的身体，也不要羡慕只是注意人的聪明才智，人的魂，人里面最重要就是人里面有灵。神造人跟其他的万物最大的不同啊，就是人里面有灵。所以中国人说啊，人为万物之灵，猫狗就没有灵了。怎么知道猫狗没有灵呢？因为人的灵里面有良心。请问你们的家的猫狗有良心吗？它没有，它只有魂。你对它好，它也会对你好。但是它若是偷吃你的东西，把你的东西翻乱掉的话，你要说悔改，那他没有良心的。但是人做错事啊，人里面有良心的、而且从来没有看见呢、人所这个猫狗、会找个这个庙啊，找个什么偶像来拜啊，人他不会去拜的，猴子也不会去拜，但唯独人呢、这个拜这个拜那个，虽然不一定拜对，但是啊，最起码就是它里面有寻求神的心，这给我们看见人里面有灵，人的灵乃是要来接触神的。那目的，但是问题就是啊，你要装对呀、不要找错神啊。人所雕刻的不是神啊。那若是啊，你能够造神，请问是你大还是他大？就像我生我儿子。请问是我叫他爸爸还是他叫我爸爸？当然是他叫我爸爸，我生他的、那同样今天你能够造神，造一个胖的瘦的的给人拜，那请问是你大还是他大？当然是你大。所以给我们看见了，真正的神不是人所造的，乃是创造天地海的神，创造这宇宙万有的神。所以给我们看见神创造人的时候啊，人里面有灵，这个灵啊，圣经说啊，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你要知道啊，灯最重要啊，就是要通电。灯不是给人装饰的，你不是给它插的亮亮的就好，最重要就是要通电。感觉一通了电啊，它就发光啊。同样今天我们的人里面的灵一接触神，让神进来了，我们的人生就发光了，就不再黑暗了。今天人之所以会犯罪啊，会自杀，主要就是人里面黑暗了，没有光了。主耶稣就是世界的光，跟从主的就不在黑暗里了。啊，当我们能够接触到这位神，让他的神进来，我们人生就发光了。那底下说到，今天人啊，何等可惜啊！该装的没有装，不该装的装进来了。这里底下说到啊，人啊，装了错误的东西啊，把罪装到了里面了、所以这个人的这个器皿啊，就像这个杯子一样，杯子啊，里面被装了很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啊，那很多污秽肮脏的东西，你敢把饮料倒进去吗？你倒进去就糟蹋了，你非得要把它里面洗得干净了，你才能够把
这个饮料啊才倒到这个杯子里面，才你才能敢喝啊。那给我们看见了、啊、我们这个人的器皿里面呢、啊、因为装了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啊，其中最大就是罪。罪一进来了，人里面有贪心，有情欲，有骄傲，还有什么呢、啊、还有脾气啊。给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没有贪心的，人都是有贪心的，人家有的东西就盼望别人的东西是我们的。那我们里面也有情欲，败坏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人里面还有骄傲，稍微好一点比人别人好就很骄傲，容易增进，就是因为里面有骄傲。人里面也有脾气，动不动就发脾气，搞了家里乌烟瘴气。那给我们看见今天呢、啊，我们里面的罪若不解决啊，神是没有办法进到我们里面的。但是我们里面的罪绝对不是用沙拉托用清洁剂啊可以洗得干净的，它是要用主耶稣的宝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感谢主。但是啊，主耶稣的血要来洗净我们的罪，我们需要跟他配合。这里说到啊，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身上所有的罪，只有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来洁净我们。但是我们需要承认，我们都是个有罪的人。若是今天我们把你我的里面的思想用 V8 把它罩起来，我相信我们都不敢看，我们就看见我们是何等污秽败坏的人。我们真需要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所有的罪。那末了我们要看见怎么能够得着这宇宙的至宝呢？信主耶稣真简单，就像算术一二三，第一步就是什么呢？就是啊，口要承认主耶稣，第二就是要相信，第三是受浸。在第十处的圣经这里说到，众人同有一位主，他对一切呼求他的人是丰富的，因为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感谢主，怎么能够承认他的名呢？就是呼求主的名。哦，主耶稣，当你的口一打开了，心也就开了，心开了，灵也就开了，神的灵就进来了，就充满你了，做你的生命，做你的人生的意义了，叫你得着真正的满足。所以我们这个口很重要，不只是为了吃东西，不只是为了喝，我们的口乃是要来享受神的，就像一个器皿。那若是要让这个空气进去，东西进去啊，盖子需要打开。今天我们要接受这位荣耀的神，宇宙之主，我们需要打开我们的口，呼求他的名。他的名对我们是丰富的，主耶稣他就是生命的粮，他能够解我们里面的饥饿，他也是生命的活水，能够解我们的干渴，他也是生命的光，能够照亮我们，他也是生命的气，叫我们活着不再是瘪气生闷气，搞了家里乌烟瘴气，乃是活着很神气。你有神，你的人生就是不一样。那不只是要口里承认，第二就是要相信。相信不是点头，不是同意，乃是接受。第三就是受浸。受浸呢、啊，就是一个神圣的迁移。那今天因为我们在线上不方便，那若是啊，亲爱的朋友，等你环境释放的时候，可以到召会里来，借着受浸。能够有一个神圣的迁移，能够从撒旦黑暗的国度迁到神爱子的国里。在宇宙中，在人看来好像有美国，有中国，有日本，有马来西亚，有新加坡，很多的国，但是在神看来只有两个国，
你不是在神的国里，就是在撒旦的国里。在撒旦的国里只有黑暗、死亡、仇恨，没有平安。但是在神的国里面有喜乐，有满足，有生命，有光，有爱。亲爱的朋友，请问你要在哪一个国度啊？我相信我们都是聪明人，我们都想盼望在一个光明、喜乐、有盼望的国度。这个国度啊，就是神的国度。感谢主，盼望你们都也能够抓住机会，能够接受这位荣耀的主，能够相信他，将来也能够到会教会里面受浸，是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亲人，享受神家一切的丰富。最末了一节圣经这里说到，因此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旧事已过，都看啊，都变成新的了。在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人生前，我们人生是旧的人生，是一个不满足的，是虚空的，是甚至是堕落的。但是感谢主，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人生有一个新的开始的，因为新的生命进来了，就有新的生活，新的人生。这个英文说你几岁怎么讲啊？是 How old are you？ 问题就是说你多久了？每过一年呢、啊，多一长一岁就越来越久了。但是在主里啊，不是 How old are you， 而是 How new are you， 就是让你啊越来越新啊，一天新是一天，因为在我们里面有一个长新不旧的生命。感谢主，我能够为亲爱的朋友做见证。当我还没有信主之前，我的人生是愁苦的，是不喜乐的，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很小，我就想到死亡问题，我就恐惧害怕，有一个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我。所以等到我慢慢年纪大的时候，听到我爸爸妈妈讲到最近呢、啊、有亲戚朋友得肝癌死了，我就会摸摸我的肝。那有人说得胃癌死的，我就摸摸我的胃。我就觉得可能啊，我身上啊满了疾病。所以我那时候读高中的时候，常常啊这个吵我爸爸一定要带我去啊全身健康检查。那我爸爸就看我活得好好的，但是天天烦他，结果他只好带我去他一个朋友的医生那里做一个全身健康检查。检查完之后，他的医生就跟我爸爸讲说，你这个儿子没有病，可能是神经病啊，给我们看见。我若是没有信主的话，今天恐怕没办法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大好的信息。但是感谢主，主耶稣拯救了我，他把这个宇宙的至宝、荣耀的生命、喜乐、盼望、满足的生命赐给了我，叫我人生有一个奇妙大的转变。感谢主，这个生命不只是赐给我，也要赐给所有在座在线上我们所听见这大好信息的亲爱的朋友。就如这首诗歌所说的，说当你有了他三一神自己，你全人会有生命的奇迹，你的灵会有活力，你的魂会真欢喜，你身会安居在指望里。只要将心全开启，只要主名一呼吸，只要一刹那而已，他你就是一。亲爱的朋友，盼望你今天不要入宝山而空手回，今天你就可以得着这宇宙的至宝。只要把你的心向他打开，来呼求他的名啊，向他祷告，他就要进到你里面做你的满足，让你的人生活得有意义。亲爱的朋友，末了我们都一起闭上我们的眼睛，我祷告一句，请你们也跟我祷告一句，盼望敞开你的口，也敞开你的心，能够得着这宇宙的至宝，叫你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福乐的人生，满足的人生。哦，主耶稣，哦，主耶稣，
我需要你，求你进来做我的生命。主啊，我是你所造的器皿。主啊，我若是没有得着你，无论我在地上得所多少的财富、地位、学问、许多的享乐，这些都不能够满足我，因为我被造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个，这些都是短暂的。主耶稣，我需要你来充满我，做我的生命。主啊，我敞开我的心，求你进来做我的满足，做我的生命，做我的救主，拯救我脱离黑暗虚空。主啊，赐给我一个有福的人生。主耶稣，你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神祝福在座的所有的亲爱的朋友们，能够早日接受这位荣耀的救主，成为神家里的亲人。愿神祝福你们，阿们。非常谢谢我们的郭弟兄，给我们非常的清楚的，这个传讲，使我们认识我们人生真是所需啊，乃是这一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那神圣永远的生命，真的是祝福你们大家。大家跟着我们弟兄有祷告，我们呼求主的名，口开心开灵一开，他就充满我们，我们就得着了他。相信主啊，真正如弟兄所说的是非常简单，好像数一二三，我们呢愿意向他悔改，我们愿意相信他，接受他，然后呢受尽归入他的名下，我们就进入神的国，成为神的儿女，有神永远的生命，得作重生，免去审判，免去沉沦。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完满完整的一个救恩。我们敬拜我们的神，真的是要祝福各位在座的亲戚朋友，你们真的是很有福能够听见这样的福音，你们也知道人生意义跟得着人生喜乐满足的秘诀在哪里。只要相信耶稣，当天秦始皇所要找的长生不死的万灵丹就在这。那个长生，他要找一个长生不老药，其实神是要把他自己的神圣永远非受造的生命给我们这个精心设计的这个器皿。亲爱的各位，若是我们有了这个生命，我们就永远不可，并且我们也能够涌入永远的生命。我们今天有了永远的生命，才能够通到将来永远的新耶路撒冷。愿神祝福你们。我们非常谢谢各位今晚上来参加我们的福音的聚会，相信你们也得着这个丰富的享受。愿神祝福你们。那我们晚上的聚会就停在这里，那我们也非常的盼望我下一次有办这个线上福音再邀请你们来。那我们在线上的朋友们，有一些你们真的是有受感动你们愿意相信主，你们可以继续的在你们的家里任何的地方，你可以继续的呼求主耶稣的名，简单的向他敞开祷告。主耶稣，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你就是这样的呼求，你里面就有满足，你里面就会被主充满，你里面就满了生命，满了活力，你人生一定满了意义，就没有负面的因素临到你。所以我们请各位可以继续的呼求主名。主对一切呼求他的人是丰富的，你越呼求越丰富。
越丰富，所以你越丰富。主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得的更丰盛。你越得越丰盛，越丰盛，好像那个灯泡，哇，电充满了，越亮越亮越发光。感谢主，愿神祝福你们，也把主耶稣的名赐给你，这个哈，今晚上特别的把这个名介绍给你们，愿意你们能够一生来享受享用不尽的这个名哈。那当然我们带你们来参加福音聚会的这些带领者或者是牧者或者是牧羊，你们若是有什么感受可以跟你们带你们来听福音的，跟他们回应回应，或者我们带有朋友来在线上听了福音，我们可以进一步跟他们连线，多有交通，若是主许可，若是环境许可，我们要快快的受尽归入主的名下，因为受尽是把我们迁到神的国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愿意快快的脱去旧造，进入新造，进入神的国。愿神祝福大家，所以我们只能这样的报告，那希望更多的有联系。Amen， 感谢赞美主。我们最后就是跟大家说一个再见了哈，若是方便的话打开我们的视频，我们大家挥挥手就说再见了哈，愿神祝福你们，若是大家可以打开视频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赞美主。今天晚上有从各地来的弟兄姊妹哈，有一些从国内的，也来一同的来听福音。那有一些不仅是在这一条线上，有一些也是在我们的这个 YouTube 的 Live 上面，还有其他的各地的教会，在这个 Live， 就是在 YouTube 的这一个直播上面哈。他们也一同的参与这个福音聚会，我们愿神祝福你们每一位，愿神与你们同在，晚安喽，再见喽。